35岁何洁现身商演，网友爆料她一场入账6位数，养三个孩子不容易。12月27日，何洁现身参加商演的现场视频在网上曝光，引发网友热议。晒出视频的网友表示，何洁在镜头上看会胖一点，但实际生活里她其实已经很瘦了，并大赞对方唱功好，唱歌还是那么好听。该网友还爆料了何洁的出场费，透露何洁这一次商演大概能赚45万。何洁在2005年凭借超级女声选秀比赛出道，从草根逆袭成大明星，最后成功拿到全国总决赛第4名的好成绩。不过近年来何洁因为家庭曝光度减少了很多，在和贺子铭离婚后，何洁带着2个孩子嫁给了乐手刁磊，并生下了第3胎。何洁经常会在网上晒出孩子们的温馨日常，一家五口幸福美满。但有3个孩子，养家的压力自然不小。何洁近日也频繁参加各种节目活动赚钱，希望她事业顺利，和孩子们能一直开心吧。